小院了嘛，然后一直也不认识村里住的邻居，然后今天过来跟邻居们打打招呼。先打招呼第一家吧。有人吗？哎呦都知道我住这了。早就知道了，早看见了。我就是想跟你们认识打个面。行，可以啊。你怎么称呼你？可以叫欣欣。好，欣欣。附近有没有你朋友？我们想认识。有，走，让我带你认识。嗯，谢谢欣欣。进头了，你好，你好。来。我刚搬到这附近，然后说不是没见过面，说过来跟你们见一下，认识。你们有什么特别想吃的、想喝的吗？等会我出趟事情，就给你们带回来。行，可以。热天喝点。那我去帮你们到市里买点喝的什么的。我等你啊，手工最好的橡皮酱。手工最好的橡皮酱，等我。咱们就是说买一点奶茶好了，奶雪吧。要喝点吗？那我想要那个20杯霸气榴莲。要20杯霸气榴莲。要20杯应该够了吧？太多了，我觉得我也拿不了。我这20杯得有一整个榴莲了吧？谢谢啦！回村儿，来吧！这就是村友的好处，一到了5分钟全部大家集合，搬吧！咱们送你。村里有一个这个真的太方便了，好不好？给您拿一杯，水，冰冰凉凉，我拿保鲜袋装回来的。我也刚搬过来，以后多照顾喽。2杯凉的，现在冰化了一点点，这个味道刚刚好，太好喝了。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喝得惯。这里边还有D24苏丹王榴莲果肉，它肉块特别大，特别浓，这妥妥的报恩榴莲。20块钱一根，喝出100多块钱的票，真凉快。我刚搬过来是你的新邻居，哎呦，这喝着还这样的啊！我给您打开。给您拿一杯奶茶。谢谢。我刚搬过来以后多照顾啊。谢谢。拜拜。早安。早安。给你拿一杯奶茶，奶雪辛苦了。你去我家玩会儿。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。